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师父。这是你们穿的这什么衣服啊？像古代衣服一样，谁设计的？讲吧。这是我的丈夫，他是1969年生，属鸡的，在2013年，在对哎对着话筒一样。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出渐冻症，现在已经发展到，四肢没有任何的活动能力。几几年？告诉我。1969年属鸡的。你用不着告诉我什么病的，几几年属什么就可以了。1969年属鸡的。腰没有力量。是的。整个脊背完全瘫掉一样。对。哎呦，两个灵性拉他的，两根绳子一样的铁丝啊，拉他的腰，听得懂吗？就是往上牵，所以他经常会抽筋。是的，是的。鼓掌。他还能活1年0.3个月，你要叫他变化，好好的念经。我告诉你，他是来还债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是他婆婆是吧？这他妈是不是？他妈。啊，你叫他妈好好帮他念经啊。哦，好的。这个孩子是来还债的，他很快就要走的，所以你现在要给他念小房子。我们到目前。你妈妈从小啊对他很严格。要骂呀打呀什么都要做的，听得懂吗？你这个婆婆啊很厉害的，还完了你这个孩子就走掉了。所以我叫你们自己什么事情要悠着点，就是知道这个老婆来还债的，你也不要怎么样啊，就是知道怎么样，你也不要去拼命的叫人家还。所以很多老婆说，哎呀我老公欠我的，对他整天不好整天不好，到最后有一天老公跑掉了，因为还完了，听得懂吗？明白了。你叫他每天要念小房子，叫他妈妈一共小房子要念384张，这是目前第一波。我已经为他烧送了800张小房子了，换成7000条鱼。嗯，好一点点，他好了一点点。哦。嗯，你叫他要吃钙片。钙片啊，还要叫他吃那个卵磷脂。哦，好吗？好的。嗯，还有身上有毒，他经常便秘。是的，是的。已经脑子经常有点转不过弯来，听得懂吗？对对 对, 对。经常有痛苦感觉，明白吗？叫他的婆婆不要再乱弄他了，你懂什么，老婆婆？还要搞这种法术呢，头上拉拉下来像真的一样。你要不要我把你魂弄掉啊？那是他妈。我来拉拉看好吧。这是他妈。啊？这是他妈。是啊，我就是他妈呀。他没学什么法术呀。你看他刚才在他儿子头上这么抓，不要抓，听得懂吗？真的，哎，欠他的，你知道他妈妈？你看看他妈妈的脸像谁？你们知道吗？像不像地府的官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来要债，把他儿子弄还债，还的差不多了，把他带走，很厉害的，弄到最后还是他，明白了吗？你们就是，哎，你就随缘吧，你就这种孩子了，没办法了。你们家里老大是他妈，老二是你老公，你是老三。是的，是的。如果你们家再养条狗，你就变老四了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念经啊，小丫头。师父，明白吗？我们在为他念多少小房子，多少换多少鱼了？放生要放18000条鱼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小房子要帮他念，不停的念。
好吧、嗯、好的，最后大概要念到890章，890，现在已经达到800章了、嗯、还要念，还要念，好，念到他好，他以后站能站起来，但是浑身无力，要拄拐棍的、哦、好吧，好的，他如果好好念经他能站起来的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、哦、好吧，他只是萎缩症很厉害的，对对对、他萎缩，他的肌肉在都在萎缩，萎缩到后来完全收起来了，他现在的吞咽都很困难、嗯、吃饭都成问题了，吞咽是吧，对，嗯，有一个方法，每天给他喝大杯水早上、哦、然后让他自己做手，你叫他妈妈给他做手部按摩，你给你老公做、哦、手部按摩的时候给他念大悲咒，每一次吞不下去你就手帮他这里按摩，然后你嘴巴里念大悲咒，你试试看，每一次帮你叫他吞得下去，这是暂时的办法，好不好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，好了、嗯